在阳光温热的午后徜徉，听云淡风轻的喃喃细语，旅途是温柔的时光，梦在哪儿，心就在哪儿。 Spark 教学视频系列之指点飞行，带你进入飞翔的世界。在 APP 上点击指点飞行图标，进入指点模式。 APP 默认进入指点坐标模式，显示坐标模式已开启。点击地面 ，App 会出现圆盘，并弹起 Go 图标。点击 Go 图标，即可执行坐标飞行操作。飞行时，可点击左侧插图标退出，或通过打杆退出指点模式。抵达目标前，可连续指点，改变飞行方向。抵达目标时 ，App 显示已抵达指点坐标。当飞行器处于悬停状态时，指点地面才会重新出现 Go 图标。飞行器遇到障碍物时会停止飞行并悬停。长按屏幕，然后左右拖动，可以使飞行器左右旋转。上下拖动可以调整云台俯仰角度。点击左侧栏坐标指点图标，可切换至航向指点模式。在航向指点中，点击屏幕中的任意一个方向，点击 Go， 飞行器将往该航向与相应高度持续飞行。执行航向飞行过程中，可连续点击其他方向，改变飞行器的航向。还可以随时点击左侧的插图标，停止指点飞行。以上就是指点飞行的操作方法，感谢您的收看。